終於到了，好謝啊！我哋咧嚟一出呢、這個攞完行李一出嚟咧，就會見到個牌，見到個牌，跟住你就會見到個扶手電梯，扶手電梯上去咧就係離境大堂。機鐵同埋唱錢嘅地方都係喺離境大堂噶。電梯上嚟之後，又有個指示牌，呢度好清楚寫住機鐵就係向前行嘅。唔識字都識睇圖啦啩。好啦，我哋一直向前行啦。一直向前行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右手邊有間 Exchange Express 嘅找換店，喺呢度可以先換100美金或者歐元，然後其他嘅就落到 City 先換，咁就會抵啲噶啦。好啦，繼續向前行就會見到呢間 cafe。繼續跟住個牌啦，就係呢度，呢度轉咗，有啲似意大利嗰個咯，係又係入條，哦，好清楚啦，寫住，哦，哇，唔得，好拖住嘢又影，搞唔掂啊！留意右邊嘅入口，上面都有個指示牌噶，機鐵就係呢度入噶啦。右边有机铁的时间表，基本上都不用看的了，它密密开的。继续一直行，推门进去之后，前面有个闸口，这个闸口是不用给飞的，你直接过去它就会自动开门的了。在这里转进去呢，左边呢就是卖飞的了。闸口之后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卖飞的 counter。 刚刚买了飞了，他懂英文的，还有呢他会告诉你知入了去呢是上楼上啦，是哪个 platform 啦，他会告诉你知。好，现在就入去了，数曲没反应的，哎，行了，上去 platform 2，因为卖飞的职员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很容易就到了。哇，一出来就好冻，不断喷烟啊！哇，唔得，佢冻到个喉咙啊，大佬！唔系呢架 platform 2，系呢架。车上面呢个屏幕除了显示站名之外，仲有天气啊！咦，眨下眼对面又嚟咗架车啦，唔知呢架车系咪下一班去市中心嘅机铁呢？几好啊，行李就放喺我隔篱。哇，出边好多雪啊，好少去咁远嘅地方，系夜晚机道，尤其是俄罗斯咁唔熟悉嘅地方，我觉得我好大胆啊，坚抽真系。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呢个机铁嘅停靠站地图先啊。首先咧，坐机铁系可以直达市中心嘅，但系网上面咧十个有十个都叫你喺 Baluski 呢个站落车噶，因为当你喺机铁出咗闸之后咧，行冇几耐咧就可以到同名嘅地铁站啦。红色圈呢个咧就系 Baluski 嘅机铁站啦，而蓝色圈咧就系同名嘅地铁站，行过去只需5分钟到啦。大家留意一下红色部分，左边是一程，中间是一日，右边是三日。一日的飞是指一日里面任搭，三日亦都是同样是三日里面任搭。我通常都是一程一程地买的，有时都会买两程啦，但很少买一日或者三日的，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散。嗱，而家知点解要散纸啦？佢收100，但500佢是不收的。
入咗钱之后咧，佢会找翻啲散纸啦，同埋跌张飞俾你嘅。除了以上的车费之外，这里还有一只叫 Toloika 卡的，它就好像香港的八达通和台湾的悠游卡一样，买了飞之后就增值，增值用完用完就再增值。其实这张卡我也有买的，不过用了一次之后就跌了。